两个便利啊！那炮弹两粒两粒一起来喽！啊，那个炮弹啊！哇，整场啊都是这样榴莲掉下来的哦！哦，我也不想跑。哇哇哇！嘿，兄弟，我是空腹饭，我是布莱恩，我是一直。今天玩什么？包地。包地啊，这个 map 啊是长得怎么样的？这个地图啊，它中间有四个阻碍物的，然后旁边呢就会有一些小草这样子啦。所以我们必须要选一些手比较长的。手比较长的。这样子又有阻碍物啦。这样我就选。我觉得你是便宜的吧。没有错，让你给猜到了。这样不然你要用什么？我用 El Primo 帮你们压制他们啦，不一定打的，但是可以吓他们。哇，但是这个地图要玩手长的哦。我吓他们啦。哦，你去切他们啦，在后面啦。对啦，打得到就打，打不到就靠样子。靠样子啊，都没有样子。有啦，你看几凶啊，有吗？OK OK OK， 所以我就来一个火箭啦。哎呦，你的火箭溜不溜的？没有你这样溜。OK OK， 这样子就看一下啦。啊，看一下有什么火花。我向布莱恩学习。OK OK OK， 好 ，Let's go。还有一个烟棍哦，叫烟满哦，那个不好猜，幸好他是手长的，打不到云村。满现在不打云村了哦，打火箭哦，在打玩有火的哦，玩火箭了哦，烟满。啊，现在他就遇到川里粉了，喂，回来了。川里粉是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好像很厉害哦，听上去。啊死了了。川里粉也是功夫来的。哎、欸，不过我领先还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等一下，哇，他们那火箭，哇，根本就没有放过我，哇，我有大招了，你们不是这样子了 ，OK， 啊，野蛮呐，野蛮，野蛮，你差点不死了，野蛮，你不要野蛮人家，差点死啊，哇，野蛮叫他的火箭打云村啊，哇。哇，哎，打到一直扁扁哦！哇，剩下的后面便宜那个，回来！野蛮交给我，喂，这个不是野蛮了，打到野蛮的弟弟啊！喂喂喂，你们出来送你了啊！玩臭了！这样你看，派个弟弟出来伤我，然后就出来收人头，这种根本就不是野蛮的作风来的。你看，打那个是他的弟弟的，我怀疑他是假的。你打死！我下线，不好意思，想找个机会前去，但是他们不给我。可以，你们没有这样容易给你前去的啦。是我这个隐瞒啊，有一点点。果然是名叫角头啊！哎呀，隐瞒徒弟给我打死了。我打死他了他。这个是木桩来的。原来来历不明。啊，我在这边左右的摆动，吓吓他们就好了。哇，还是满血的过瘾啊！一讲完就中了，放大招！以为野蛮不会放大招啊？原来野蛮这样！切一下！不能！我会死！喂，我们欠三分半了，快点，要证明给他们看，我们是比野蛮厉害的。谁最高星星现在？野蛮。对。左边你们俩退走，不要死，三个一走。你看，只要打死你们，我们就赢了。刚我跑得这样快，突然间回头跑，不然有没有扭到脚？哇呀，两个便宜，火气火夸张，火气火气便宜火气。只要他们一刷到大招，两个塔，哇，白色乌鸦，我们就给他炸到下。像那蜂窝这样子，喂，小心哦！我们的便利，人家有两个便利死了，不用紧，我们只一个坏了哦。你看他们这个乌鸦下，我要打完了。你打得赢他们吗？他都已经飞到起来了。我走不前去啊！可以，收到枪，一直回来。是啊，我有他走哦。可以，你丢在这边，啊，我害死我这个啊！
他们也放了啊。嘿，没有关系。哇，对方的乌鸦有大招了，有点恐怖了。这个乌鸦，他打冲进来打爆我塔。对呀、啊，目标明确。他们那边还有一座啊。喂，他们这个阵容很假，两个便宜。我去到了，哇！你去到了，你打到东西吗？有，一拳。不是一拳超人呢，你那拳不会死人的嘞。哇，我像肉饼一样哦。去对面给他夹。等下，等下。哎，哎呀，布莱恩。我差一点，乌鸦也可以收掉。还有炮弹啊！哇，这个哇！两个便宜啊！那炮弹两粒起来哟、哦！喂，你们能夹吗？两个便宜呢？干掉那个！不用紧，我们压到前去一点。打掉他炮弹也没用啊，其实他们两个都有大。有点夸张哦，你们！哇，还想跑啊，乌鸦这次哦！不、哦，我也不想跑。你不想跑，你想跑了，其实你跑不掉罢了。原来我是不用跑。喂，不，喂，很惨啊，都是像那榴莲掉下来这样哦。你不然顶上去了，这边后面。哇，老嘞，这只乌鸦。哇，差一点点可以打到那个绿色。你恐怕可以跟他们去玩。可以。打不到了，差太远了，分数根本就是不公平的，两个便宜啊！那炮弹两粒起来哟、哦！那个炮弹啊！哇，很惨啊，都是像那榴莲掉下来的哦！哦，我也不想跑。哇！两个便宜啊，又是他们哦，又是他们两个，他们嘞。刚刚我们输给他一场了，这一场已经不能再玩 了，这一场是我们要回来了。这一场、哎、怎么看，冲上去了不如又冲这了，我觉得我会免费哦，要小心点冲。回血，我懂，我躲在塔后面了，这边了，来，等他过来，他一过来的时候，跟他硬打。啊！我们赢了，来，在这边，哎呦。一个人躲在草那边，然后给他们过来硬打那个。可以。哇，算了，我知道，不想打了。我要两边摸过去啊，要不然过去啊，怕。可以，我帮你。散掉一个。哇，救命！有钻，救命！回来，有钻。回到，可以回到。他在打我朋友一直的塔。是啊。我哪里可以允许你这样做？哎呀。没有关系。大招扎进，再中掉一个。哎呀，可以。哎呀。我有大。哎呀，你敢出来吗？我可以算是把他们压在家里啊！不要给他们磨到大招啊！我不要尝试那个两个炮弹车的威力啊！你恐怖了！骑着打上，哇！咚！哇，我死了！哎呀，他先啊！哎，他看到我们跑，他又赢了！他们的炮弹车，哇！哎呀！对，你还有朋友在后面躲着，不要怕。哎呀，保护一下我们啊，布莱恩。Yes， 我们不能凶我。这边有一个。哎，不要弹我，一直。啊、哦，我弹身上哦。等下，给我看一下他们在哪里先。这边。来个大招下去。喂，真的。回来。我要杀掉那个人。回来。走！六的跑位，哇！可以，我掩护你。哦，你不要弹我，你不要只是可以打杀，可以。哇！一走来，这些炮弹车是恐怖哦，哇呀！我们不可以输给同一个 team 两次的吗？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回来，我闪着，我想回来了。我们要帮他什么？等下，来，我先钢枪，要错了，哇，救命！哎，打险，哇，这火箭放大招了，这里躲着我，拆塔，3、2、1，刀时间，赢了啊！以为
同一个套路可以赢我们两次吗？对啊、两座塔也不怕。那不容易呗。哎，完了啊！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呗？是啦，我还想要看啊，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子的话，当然是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一三五晚上七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